得奖了啦，不然就是那些老人得奖。讲完之后我说不许你胡说。不用哎、欸，不用。不用怕多一点，怕聊太久。怕你合作会不会怕怕的？一开始会，因为我分不清他什么时候开玩笑。对。那什么时候发现他 OK？ 到现在还没发现。那都不管他了。你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心在骂你？对，当然不管他，我就做我自己。你就当他在开玩笑。我觉得他也是，就是很高追啊，然后也很认真讲。但是我都要从远端先看他的眼神，他如果有一点在回避我，或者看那些东西，好，我就先叫别人。他会说啊，谢谢你，有时候会 cover 我。我说对，从远端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鼻息，跟他现在想讲或不想讲。我觉得这季是他们的音乐创作能力，然后编曲啊，就是制作能力很强。之前可能 maybe 有很会聊的啊，很会唱的舞台魅力，但是这一季是整体的音乐制作水平是很厉害的。有些像是同理，我刚问他，我以为他也是28、29岁，30，他也才23哎，很年轻。对，很年轻哎，就大家都很年轻。然后像其实李杰明也是有制作能力的人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。然后这一季的男生好像多很多。有你的菜吗？对啊，同理真的很可爱耶，不是同理，讲错，李佳颖。没讲错，同理 ，sorry， 叫同理很可怜。因为我一会问他说，你几岁啊？他说我23，说为什么？哇，有保养呢。对，因为你们第一季播出的时候，不是第一集播出的时候，明明李杰明没上去唱，可是一直有他的镜头。前面没上去唱，可是一直有他的镜头，对，拍到，然后我想说，哇，他也是那种有观众缘那种，就是跨步有谱，就越来越帅，越来越帅。然后今天吴飞回来，我觉得吴飞真的有变帅，有哎，吴飞今天变很帅哎，他以前就很那种，对，那种走，而且他话变超多哎，对，就是我觉得有种变明星的感觉，然后变得更有自信，帅哥很多。然后阿兰也是那种酷歌型啊，可是阿兰私下也像，真的，哦，我没有跟他相处，比较没有跟他相处，不敢跟他说话了，阿兰就是有种杀气。秋君嘞？秋君是，你没有想到他对不对？他没有排在排序里面。他说：“我这不是早餐啦。”我说：“早餐怎么吃？怎么吃这样？”然后旁边人说：“他不能再吃了啦！”我也整个已经后片吐司了呢，现在。录影的时候选手不是坐在旁边吗？他也在吃。那也太……对，他也在吃。好好笑哦！然后好像也有人一直在提醒郭嘉文不要再吃。继续下去，无所谓吧。很可爱的，他的修容已经修到，我以为他这边是脸色发青。修容修成这样，好好笑。我们再注意一下哦，那个体重排名再下去。卡爹的，你跟柔安在聊什么？他就说，柔安说，因为我坐下来旁边是那个嘛，那个谁，那个柏林。因为我们在聊，他说，我就说，真的觉得你真的很厉害。然后柔安说，爸爸你得奖了啦，不然都是那些老人得奖。老人得奖，讲错话可以吗？
也没有一些老人吧，还是有一些年轻人吧。都年轻人。啊，还是有些年轻人啊，就是一些。哎，经纪人刚刚手说到这样哎。经纪人。没有啊，还是有些年轻人、啊。而且是柔安讲的啊，又不是你讲的。我说柔安真的有讲吗？还是你借刀杀人？柔安真的有讲吗？我们刚刚就问他。柔安讲的是我说不许你胡说。我们请柔安出来对峙。柔安说：“我没有。”为什么会被卡住？突然停止？因为他在觉得没有，他们直接跟我说：“我说，因为我跟他们说，你真的很棒很棒。”他们就会想要安慰我说：“我觉得你主持人很好。”他们在提醒我说：“哎呀，就是你，我觉得你要得奖了这样子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就是帮我主持的好，习惯了，我习惯了。”有凹痕吗？下面还是有。舒服吗？哎，差点，难怪我就觉得这个肉爪软软的，这个爽没有什么实在感。我怕你肉很累，吓到我。你这头发是？才染的吗？刚染的。哦，难怪很不自然。每个人你以为我要夸奖你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头发染的不好，不好。欢迎光临。哎，我送上我的新书，我真的出了一本书了。欢迎大家。太烦了啦！被你发现了，要不然我这个效果白做。好，来念一下啊。不用怕，我不用念了。哎。你几岁啊？你花开的又早又好。这是什么样类型的书？传记型吗？类似的。好，传记，伟人传记。可是它里面的字比较小，我怕你看不太到。我已经看不到了。哎，看这当写真集看好了，它就是一个。哎，好痛啊！太低了。哎，你这书不好，压不下去啊！太厚实了。好，你看。OK， 可以了，我再帮你压。是属于有内涵的还是有趣的？有内涵的。有内涵。有内涵，有内涵。努力无法被量化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不会播了。会播吗？那我一直要念。那这样我们再。23岁那年，我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不要再忙，他真的不会播，他真的一直在拍，他真的不会播。你应该走了，然后我继续在后面。OK OK， 再忙也要完成热血任务。好好听哦。